新闻接着再来看到，有一位定期捐血的尤建峰先生，今年初在捐血站护理师的提醒下，告知他的身体可能有异状，结果检查后竟然发现罹患大肠炎，于是立即就医治疗，身体健康情形也稳定下来。而为了感谢中心，尤先生也特别捐款给中心，能够提升设备。担任议员江聪渊助理的尤建峰先生，在议员的陪同下捐款给宜兰捐血站，感谢护理师的专业提醒，让他在捐血过程中发现身体罹患大肠癌，才能提早治疗。而且因为罹癌不能捐血，所以他改为捐款来帮助中心。两个礼拜分离术捐血的过程当中，然后发现到那个他的血红素越来越低，然后后来就因为血红素过低了就不能捐血，然后去做一个检查，然后才发现到大肠癌。哈，真感谢讲关怀站这边的哈，安尼当有健康一挂警讯哈，哎呀，咱提醒啊，所以咱有法度提早治疗，提早了知影嘛。啊，一方面就讲因为着癌以后哈，爱治疗啊，这段时间可能真久一段时间无法度来关怀，啊，咱也想讲，因为咱在保险有给咱一挂保险金嘛，啊，都摕30,000块过来遮吼，关怀站吼，啊，他创新的设备哈，啊，拜愈来愈侪人，诶、一个关怀血液的筛检哈，来、啊、做得愈健康。根据卫生单位统计，大肠癌发生几率越来越高，所以政府提供50岁以上民众免费筛检，而议员则是建议可以调降到45岁。民国99年，你纳入医保保健补助后之后，在宜兰县大概筛检了83,000个民众，那目前发现大肠癌大概有162人，然后有息肉方面大概有277人，那目前整个癌症的筛检我们持续在进行中，就是要鼓励民众接受筛检。对于如果嘛讲啊，这个年龄化啊已经有下降的趋势哈。这个咱是不是讲啊？对于讲卫生局这方面，是不是讲有机会，还是讲有可能，把这个筛检的年龄啊往下来调降？就是讲到50岁，是不是讲到45岁啊以上的，我都来免费做检查等等啊？这个咱慢慢来做探讨。捐血站表示，捐血一代不但可以救人一命，同时也是一项身体健康检查，希望民众多多响应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